好啦，今次见到我哋三个人出现，好明显我哋梗系有活动啦。冇错，今次咧我哋上咗嚟呢个港车北上，再加埋咧澳车，再加埋内地嘅车，一个车聚。所以今次带咗两位好朋友一齐上嚟 ，Huda 同埋 Steve， 泊车男 Steve， 省港澳车聚 ，Let's go。嗱，虽然咧今日嘅天气又争啲，不过我哋要睇下车先好嘛？好，我出发，好，快啲啊！好，伟哥，今次搞呢、搞呢个车聚同埋呢个活动嘅目的系咩啊？最主要咧，而家有咗港车北上、澳车北上之后咧，咁啲 friend 喂上嚟中山探下你，咁啱老板有咁嘅场地，咁我话不如我哋一个第一次搞个大湾区嘅汽车交流会啦，即系等大陆啲车友同埋我哋香港、澳门啲车可以聚埋一齐，有机会分享下玩车嘅心得啊，咁样咯。嗯，系啊。今次有咩重点嘅车型啊？重點嘅梗係我哋香港、澳門嘅 JDM 啦，跟住大陸而家最 hit 嘅 Civic FK 七 1.5T 嘅，大家都改得好靚嘅，全部都係啊。今次個場地咧，純粹一個私人嘅老闆，冇收我哋任何費用咁樣。佢見既然你哋咁中意車，咁我借個場地俾你哋聚聚啦，咁樣咯。純粹一個私人地方嚟嘅呢個，私人會所嚟嘅，係啊。咁樣呢個聚會咧係非常之少，因為咧我平時都係幾個車咁樣聚下會，但係咧好似今日一個咁突然嘅一個聚會咧係非常之少。因為今日咧仲有埋香港澳門啲最啲嘅車型啦，好似 NS 嘅時候比較少見啦，所以我哋可以一齊過嚟去交流一下，見下呢啲最啲嘅車非常之少一個機會啊！所以今次真係我哋學習咗好多呢啲國裝車嘅文化、一啲知識啊，同埋交流好多一啲國裝車嘅大佬啊，咁樣可以去認識一下佢哋咯。因為呢個機室咧就用咗佢所講嘅思域啦，咁咧佢哋係我哋年輕人比較容易得到嘅一款車啦，因為佢價錢又唔貴，16,000一個價錢，同埋咧佢又有首波可以正首波，所以咧我哋可以攞少少有啲少少錢去買到呢台咁好玩嘅首波 FK 七咁樣，又可以加啲件加啲錢去改下車啊咁樣嘅話，比較適合我哋年輕人咯，因為國內比較興呢款車嘅。咁啊，依家方便啦，通關咗之後，港車北上啦。車不散啊！咁樣翻大灣區啲車友，收視率比較高啲咯，只可以咁講。係啊，係噶。OK。喂，大家好，我是杰飞啊。中港车3-4年前上嚟啦，疫情期间一路都滞留咗喺国内，咁啊啱啱翻验完车，又啱啱翻嚟啦，喺香港。我喺呢边12年噶啦，我呢边做嘢12年嘅系啊。我自己主要系就唔好卖广告啦，系啦，讲玩车啦，啲外观嘢啊，咁啊就系呢架车改咗嘅，系啦，咁啊2.5 single turbo。咁啊，基本上cooler 啊、喉啊，即系最 basic 嘅 stage one 啫，改咗。咁啊，避震氣杯系纯粹攞嚟喺呢边攞嚟避坑嘅，因为呢边嘅相对可能路面状况冇咁好啦。咁就变咗你装氣杯有时候有啲去低啲嘅停车场啊，或者有啲高低位啊，咁啊可以升起去过，咁啊冇咁易爆头唇啦。呢边其实两边嘅改装文化，我觉得都系相对严嘅。咁但系就睇下大家啊，大家。看住嚟玩啦！好啦 ，Ricky， 见你今次又喺度啦，咁你有咩？点解你要咁有兴趣上嚟车聚一下？其实即系我哋喺大陆玩车都好耐啦，咁就睇下，即系而家，因为隔咗2-3年冇上嚟啊，咁而家又睇下又有啲咩变化，可以即系多啲交流，又睇下会唔会有啲新嘢可以带到俾大家。我今次见到就系外观嘢系即系更加有心思嘅。之前咧可能。都是 focus 喺馬力啊，即係唔好話講操控，喺馬力嗰度多啲。咁而家咧就見到即係外觀啊，或者一啲細緻嘅嘢啊。頭先都見到部萬仕得啦，係即係本地製作都係非常好嘅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叫阿 Sa， 大家叫我群主嘅。咁我係呢班 FK 七嘅群主嚟嘅。首先我哋其實提車嘅時候係一個疫情，咁我哋就大家起咗個群去等車。咁我哋係由10多人一齊等車，等到個群大概而家都有300多人。咁後屘啲車越提越多嘅時候，咁其實好多群友都會自發拉啲群友一齊去。
去組織活動啊，或者一起出嚟玩。好似我哋呢一排車嘅話，其實全部都係畫曬嗰啲機蓋嘅。咁我哋都會定期一起出嚟聚會咁樣，所以就越嚟越多人，所以變成一個大群嘅群主咁樣啦。我其實咧就係女司機嚟嘅，因為我部車買翻嚟未上牌之後咧就撞咗兩次噶啦。咁所以其實我部車真係精品一手車嚟嘅。咁你話飛唔飛仔？其實我只不過我買車都係睇佢外形，我覺得佢外形好睇，咁我就覺得夠噶啦，係啦。大陸揾車文化，因為其實我玩車就唔耐嘅。咁我自從有呢台車之後，我係覺得認識咗好多朋友，因為我自己都認識咗好多00後啦，同埋打破咗一啲地域啦，例如話澳門隊長啊，同埋香港偉哥都係新認識嘅朋友啦。所以我係覺得反而玩車係令到我識得更加多嘅朋友，係。今次咧，除咗呢個車聚咧係有車之外咧，係亦都有食嘅，所以見到後面咧有啲燒烤啦，啊呢邊，哎見到呢邊咧，亦都係有個整檸檬茶，啊都幾有特色，幾好味嘅一個好好嘅聚會啊！喂，今次你兩個上咗嚟，有啲咩得益，或者覺得有啲咩唔同？好正，我覺得，其實因為冇諗過，即係內地而家車聚活動其實可以搞得咁有聲有色，因為始終地方大咧，即係頭先我哋訪問話齋，即係有私人地方啊嘛，咁啊即係比香港好好多，即係又當然大家又好乖咁樣啦，咁所以喺個角度就等見到呢啲頭冚都好正，咁啊唔知鋪大。我成日都覺得硬件同軟件要配合啦，即係佢硬件其實見到內地都近年一路咁提升，咁同時啲軟件都係啊，啲人都越嚟越 friendly 啊，大家即係都冇講話分話，喂，我係香港仔啊，我係內地人啊，咁大家喂睇住架車 NSX 咁乜都可以 up 一餐，咁大家又可以將即係可能香港啲文化分享一下，內地點樣改啲樣又分享一下，咁大家可以即係。互補不足，各取所需，咁啊可以大家一起搞旺呢、這個即係大灣區嘅汽車文化咯，搞多啲車聚咯。好啦，咁啊今日辛苦兩位朋友一起上嚟同我一起玩呢個車聚嘅。好啦，咁啊見到大家濕曬，我哋係咪要即係去乾下啦？係咯，係咪乾下？我哋食咗嘢先，我哋操身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下次一起上嚟啊！Thank you.